大丰国小学生与新店区长林黄元共同在艺术装置上取下十年后对于新店发展的期望标语。这个都是我们的记忆，都是很难得的这些艺术创作，我们也让同学能够了解我们生活的周遭环境，以前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所生长的地方是什么样一个样子。由新店区公所举办的公共艺术季新店逍遥游活动，为了让在地的年轻学子深入了解新店区，透过导览活动中的展品讲解，将新店的历史发展清楚向所有学生分析。有通往外太空的话，还有看到屋顶的装置。那你现在想要在这边许什么愿望？我想要希望新店变得更加美好。新店区公所期望借由举办这场大型艺术活动，增加民众的艺术气息，也让所有居民走进公园时都能发现新店正在慢慢改变，越来越有不同的城市美学。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郭正明采访报道。